我真的很强，请大家学我。曾经有一跳到将近六米，但是踩线。他在练习的时候也这一跳飞起来。好有能力，米零六再刷新大会纪录，把大会纪录推向了六米以上。大虎羊，他的自我测试成绩是五米整。是小便步，这一次我不会唱的。这一次小便步，这一次我非常的强。选手的表现令人兴奋咯，第一组就让人眼睛为之一亮，很值得期待。好，接下来是有机会破大会纪录的余承新，因为他自我测试成绩是64米，加油。从小到大都是篮球校队的余承新，垒球投掷的如何呢？余承新就一支大虎羊，他的自我测试成绩是5米整，加油加油。加油！加虎羊，奋勇冲刺！